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《九四要赚钱未来事件部》，我是晶晶。我们今天看到大盘的情况，果然跟我们专家谢文分析师跟大家讲的一样，因为昨天呢看到了这个收盘的时候呢，跌破了多方防守价的状况。今天果然大盘跌破万七的情形。好，那还记得吗？老师说过，如果这样跌的话，是不是应该要去洗温泉了？不过今天外面天气真的蛮热的，还要去泡温泉吗？不过总比在里头好，这个载浮载沉的好啦。因为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盘，很多的个股在今天也都留下非常细长的上影线，尤其是大家很关注的很多了，尤其是在一开盘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往上冲的情况，很多人被引进去了 啊，对，怡特啦，全台啊，怡特啦，很多人真的是会不小心被引进去了。对，那么接下来怎么看呢？会一直杀吗？好的，那么基本上哈，我还是给大家一个比较中性的结论哦。你今天无时无刻永远都要摸着石头来过河。我请问各位哈，基本上呢，我们讲比较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，从5月15号，因为我们每天呢有两个时段的连线，一个是非凡新闻台，一个是跟晶晶的连线。那当然我都很诚实告诉大家我的一个所谓看法，还有我的一个所谓多空的取向哦。那我记得呢，从5月15号那时候呢，我跟诗翰连线的时候开始，我就每天跟大家预告，我说要做多，要做多，要做多，因为每天的收盘都是大于空方的一所谓防守价，而且没有任何一天跌破多方防守价。就来到昨天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很清楚跟大家报告？我说跌破多方价，对，好，那这东西大家可能搞不清楚，来，我们先听一段袋子，答案其实就出来了，听清楚哦。这昨天我跟晶晶连线的时候，我们的一个答案来，哦，而且今天又是持平哦，17087，破，好，好，持平是小事。难是难在这个多方这样破都破了，你们看我节目看这么样久，已经我从上一次啦，5月15号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过空方防守价之后，它没有任何一天跌破多方防守价，我讲很慢哦，那么所以说呢，好，我先讲结论好了，基本上我还是相信多头啦，我还是相信多头啦，可是呢这边的你们的操作速度稍微放慢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接下来的行情，当我跌破的多方防守价17087，还有222.08，代表这个行情就只有两条路，不是上下震荡盘整，就是杀。好，我讲的很慢，所以代表这个行情就只有两条路，不是上下震荡盘整，就是杀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看是盘整还是杀？来解释大家的问题了，我们先解释完之后再来预测明天，好，如果你知道呢它是上下震荡盘整或是杀，就等于说比较偏空的两条路，你会跑去追3038全台，你会跑去没有啦，因为投顾老师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，投顾老师呢因为他们有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400多万的 YouTube 广告费用，当然看到今天3289怡特快要涨停板追追看嘛，当然要追嘛，因为赌对了就涨停啦，对，赌对涨停之后，然后开始呢遮股票盖股票，然后跟你讲说这家公司即将喷出大涨，投顾模式不是这样子吗？然后你就很好奇打电话进去，就被人家一直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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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如果你知道今天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一个标准的空，而且昨天收盘跌破多方好价，相信我，那一个急涨你绝对不会被骗。那这边呢我再一次重申了，我知道呢你们手中可能有很多的业水问题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今天呢我们在非凡连线的时候，我跟朱思翰我们所讲的股票都正常股票哦，从2317鸿海、2330的台积电、3017的旗宏，还有包括2603的长荣，这些股票到底要怎么看，麻烦自己打掉去跟非凡信用台要。那当然就说老师啊，非凡说他没有存档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公司我们有存档，你想要看今天呢早上我非凡新闻台连线我怎么样去讲2317鸿海的好朋友，电话号码02-2392-398，好清楚哦，基本上哦，第二件事情哦，如果说你们手中有持股上面的问题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我昨天不是刁你们的3232的什么伟讯吗？不是有很多人上个礼拜三看到伟讯快涨停板的时候跑去追嘛？因为呢，伟讯反正现在台湾就这样子，只要是强势股就是 AI 题材嘛，对，就没有 AI 嘛，就跑去追伟讯，结果昨天跌停，现在送你跌停，爽。晶晶这样子，我是这句话我不能讲啊，没有啦，因为哦，这里是战场，这里不是游乐场。对，你今天来的时候，你就要有牺牲奉献，跟耶稣一样的心理准备。你没有323，你真的不要来呀！我问你哦，
你看我的夜水节目，我在节目当中有去介绍那一些，就像呢，今天有一个同仁跟我讲说某某股票涨停板，我直接吐他说，这档股票我连代号我都不知道，我绝对不会带我会去买那股票。你今天买的夜水股票最好是要有量，最好是要有价，更重要的夜水重点，就像我昨天跟大家报告过嘛，来再举例哦。我昨天跟大家报告过，昨天238的广达，它是留下非常长的下影线。晶晶，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你调准重播带，因为我本来这一带也剪好了，要贴就忘了贴了。我跟你预告，我说广达今天一定会跳水，是，结果完全命中。那我说跳水之后，我会找买点，然后会拉起来。可是好，我跟你报告好，我没有买啊。为什么没买？因为今天对。主力心太空，对，没错，太空，这决定的一切。就像你今天早上看到，今天非凡东升全部在报1513中心电的一个所谓利多嘛，哦，他得到什么高速公路电什么标案充电桩的一个所谓订单，甚至包括他的电子绝缘开关这个东西，我老早在去年我就跟你讲了，就今天中心电一样够贱，现在的股票每一只都很贱呐。我开高之后，中间怎么走的？往上拉，欸，一拉，大家以为涨停板又追，啊，尾盘收最低十。哎，今天很多都这样，全部都这样，刚讲都是上影线啊，全部都这样，这根天线很长，哎，全部都这样啊。所以说这是为什么？好，等一下再给你看主力现在软体，好，开始哦。那么更好笑的第二件事情哦，我遇到一个陈妈妈，她很好笑，她呢行情涨的时候，她手中就有空单被嘎。就这两天的下跌，他满手的期货多单，他问我到底该怎么办。我说陈妈，你很奇怪，欸，为什么涨的时候没有老师？因为看他涨很多了，那我就给他空一下啊，空一下啊，空一下之后呢，不要被嘎啊，不甘愿再空啊，再空之后再嘎啊，结果上个礼拜三干死了，因为上个礼拜三台指期货拉最高结算，是你要从礼拜三拉最高结算哦，然后在礼拜一开始跳水跌喽，礼拜一跌，礼拜也跟着跳水往下跌，结果呢，他看他跌呢，想说啊，这个行情呢，每一个投顾老师说回到五日线会有手，回到十日线会有手，你买呀，你买给我看呐，啊。那如果陈妈妈听清楚哦，那如果台指期货又跌到年线呢，你整栋的房子会不见掉了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一再跟我强调，我说主力做手的操作，哎，经过今天你们看过，经过那个什么，我们四天连假之后，谢老师变得比较 peace，欸，比较不会讲脏话哈，我们讲得很慢呐，啊，因为我现在飞盘，我尽量讲慢一点，因为没有进入不可买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不要这么急躁了。是，什么时候该急躁？来，我随便举例，这个叫什么急躁？这个是上上的礼拜哦，等于说结算前的上一个礼拜，你看当时台指期货开盘涨了100多点呢，对，涨了100多点，我还在追。就追完之后，我可以赚427点，然后每天跟大家预告主力现在多，然后一做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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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，跟开机枪一样，一路开到什么时候？开到礼拜一，上个礼拜一，也就四天长假前，我一样告诉你，我就是要做多，我就是要做多，我是不是告诉你，我满手的夜水多单？来算一下几笔哦，1234567，7笔的多单，我随便瞄一瞄啦。我们至少获利2500点，一点200块，去算一算，我赚多少哦？你等于说哈，你看到我这个绩效，说小事，102个礼拜，你喷笑哎，20万的资金变成1200万，我的秘诀在于哪里？当你逮到了夜水机会之后，就咚咚咚咚咚，一直打，一直射，一直开枪，咚咚咚咚咚，务必把敌人歼灭。不管包括鱼头，不管包括鱼尾，不管包括鱼身，我全部我都要。好，我全部都要。好，来继续哦。这过去式啊，过去式嘛。所以说这样子至少2500点。所以说你102个礼拜，你要赚59605点会难吗？一点都不难。好，那是昨天的call讯嘛，昨天call讯嘛，还没完哦，还没完哦。为什么你要来上课？其实哦，我们这次我知道呢，每次只要行情跌下来，大家就可能就开始，哎呦，我不要参加投顾，我没叫你参加投顾啊。我叫你要来上课，来再看一遍哦，再把我call讯给看清楚哦。我们昨天这边865做多，还有818做多，只有昨天这个价格没成交嘛，我也跟大家报告说差4点，最低822，所以这个价格没成交。好，那问题为什么你要来上课？因为呢，在昨天的盘中，你已经知道，不管包括加权股价指数，还有 OTC 指数，它已经跌破了多方的防守价，这个时候就牵扯到完整的操作策略。看清楚哦，既然已经跌破的话，我是不是要出？我是要出。1:20出完之后，直接挂745到1横735买回。
当时挂这个价格的时候，大家说不会来，太夸张了，谢老师啊，你知道下午盘跌100多点哦，你不用看嘛，你盯盘有什么屁用？你现在要看我的业水逻辑，就像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哦，今天台子期，我举例哦，今天台子期，今天我做多哎，我赚100点哎，今天哦，我现在跟你讲今天哦，不讲昨天哦，怎么做到？再看一遍哦。昨天1:24分的时候，7.45到7.35买回。晶晶，你知道今天最低点是什么？今天早上哦，平盘这个没成交，这个没成交、哦。今天早上最低低点7.43，哇，就噗，然后到8.43，然后一大堆白痴又以为以特涨停，对，哎，证据哈、哦，来看清楚。今天早上8:44，好，8:40是。不过今天、哦、我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说，这通call讯我没有发给所有的会员、哦、因为没有，我们公司还是有分级的。好，那没有，我就很诚实跟你讲，那你再决定你要不要来找我操作。反正一天只要一个鸡腿便当嘛，我讲坦白的啦，这有点像是龟兔赛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一大堆投顾老师他已经把成本压在 YouTube 里面啦、啊，压在电视里面啦、啊，所以说他每天哇就叫骗嘛，使劲吃奶的样骗，我讲的是事实嘛。可是啊，我们成本这三立又跟我这么关系这么好，而且我们的点阅率至少算里面最高的，所以说谢文你不用钱。好，我就讲清楚了，我讲清楚，没有会员的话，如果说你很想超级无敌积极操作的，我奉劝你直接提前续约，我们帮你升级。你看清楚哦，今天早上8:44的时候，其实你如果说你不是 Telegram 的会员，你一样有这，你一样有我们盘前稿了。我在里面我提到848。哦、就是压力，然后支撑75还有713、嗯、结果今天你知道吗？今天这两个点、嗯、你只要照我这两个点你去做多、嗯、到收盘全部赚、嗯、屌吧、嗯、屌吧。好，来看哦，看清楚哦，若盘中抽高绝对不能买、嗯、745才能做多。哎，今天早上起床有在75吗？没有吧，没有，连碰都没碰到吧、嗯、早上台指期货相对 PM 盘还跳空开高嘞，应该看到跳开高，跳开高，拍谁啦？他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从昨天就在放空哎、欸，还在放空哎、欸，空对，还放空哎、欸，嗯，哎、欸，8:44以前叫做 PN 盘、嗯，我的软体哈，我很自豪告诉各位啊，是全宇宙没有没有，以前哈我不敢这样讲，可是呢，现在主力做我知道说，有些年轻人呐、啊，好、嗯、上班族的啦，白天呐、啊，白天吃，白天努力工作。就晚上来缴学费，石沉大海，石沉大海，做白工。我是给政府建议啦，也不要对我们的年轻人这么苛刻啦。你要就连股票也开放24小时，你不要这种 PM 盘，就全部24小时就一路走，就一路走啦，头部全部倒光光，好爽哦，全部倒光光。对，24小时，好啊，好啊，中间休息30分钟嘛，24小时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做预测嘛。昨天那叫预测，哦，不是盘就是跌，那叫预测。来呀、啊，你看24小时，我看那老师怎么预测。可以啦，为了让头部生存，可以啦。嗯、我们等于说中间休息2小时就好了。好，好，你要预测哦，你要预测下午盘的台积电哦，你要预测下午盘的宜特，你要预测下午盘的8996高丽哦。谁预测到？没人做到嘛？那没人做得到，代表哈、哦，你今天哦，你要过马路，你是个瞎子，嗯、你没事哦，不是叫你去摸大象尾巴，没什么了不起啊。你瞎子牵着瞎子过马路啊，不是一模一样？想办法治好他们眼睛啊。我不会去贬低任何人啦，我只贬低投顾老师，我不会贬低任何人啦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存在的业水价值，没有他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根本连运转的本事都没有，就是每一个人存在价值，那你要去找到你自己的价值定义在哪里啊。那我请问各位，全宇宙有哪一套软体，有哪一套软体它能够给你 PM 盘的主力心态啊？主力助手在也在坑杀你们啊，也在坑杀你们啊，你们跟那个被人家 拉尾巴大象有什么差别？没什么差别嘛。哦、那天看到一个 discovery 更好笑，嗯，不好笑，就觉得我觉得很残忍。现在看太多动物，觉得很残忍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水牛困在那个泥沼当中，嗯哼，结果呢，两只狮子出来都是兄弟嘛，兄弟挡出来，狮子啊，当然要吃它嘛。结果呢，跳就好不容易涉水过去，然后咬住那只狮子，咬住水牛。咬住水牛，咬住水牛，咬住水牛。可是水牛，因为它已经水牛知道它没出不来嘛，限住了嘛，对，限住了，它就说啊，好吧，我就让你咬。然后到最后，好不容易水牛死掉了，可是狮子呢，它等于说它没体力要开始吃水牛肉啊。对。可是问题呢，在泥沼里面的话，它也困住了。
他吃到满嘴的土，哦，而且又是土，到最后也困住了，也死了。啊残忍哦，大自然很残忍哦，大自然真的很残忍，没有啦。然后那个时候他有拍个番外篇呐、啊，等于说今天捕捉到这个镜头的人啊，为什么没有去帮啊？因为他进去就是现在你找理啦。啊，你可以，我们狮子又没有手，又不是丢个绳子下去给他，可以用东西绑住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后来狮子也死掉了。对啊，就是干嘛一起跳下去泥沼呢？就知道那里是泥沼，干嘛一起跳？没有，我觉得大自然这种东西真的是很奥妙、欸嗯、真的。若你没有，你自己想看哦，你到底是要当猎人还是当猎物？你有研究过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哦，猎、嗯、物跟猎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猎物无时无刻都在觅食。对，兔子好、哦，兔子嘛，羊嘛，好，甚至 包括什么骆驼，哎、欸，骆驼不算猎物了，骆驼上面、嗯、上面谁会咬它、啊？蝎子吗？好、嗯哦，甚至包括长颈鹿，啊，长颈也不算了、啊。好、哦，那你看嘛，羚羊那些，五十个在吃草啊。可是问题呢，就狮子、花豹、老虎，他们就是只吃那一次，可是这一次一定要非常非常成功。你等于说，你到底有没有办法一击就把敌人给毙命掉了？重点就在于说，你到底有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夜水的工具跟 knowledge。 如果狮子知道说呢，我今天水牛在泥沼里面，我跳下去，我也会跟着一起，到最后一起也没有体力死掉的话、嗯，我会跳下去吗？那如果你知道今天台子期货冲高之后会动下去，你会跑去买吗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848叫做压力，你不知道745叫做支撑。你不知道字这么丑背后很简单，如果盘中冲高绝对不能买，745才能买，嗯，这样子又一百点了，又一百点了，一百点我做多啊，我做多我荣耀一百点了，好，继续讲完哦，嗯，所以说哈，我们电话号码是绝对是你的好朋友，电话号码把它拨通哦，那这个应该不用看哦，今天加权股价指数的收盘又是跌破了16945，又再次跌破多方的夜水防守价。嗯，那现在比较麻烦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来自于辉达，因为我之前跟大家报告过了，你们尤其做期货，你一定要看 AMD 跟辉达。嗯，等于说台指期货为什么有本事他去拉高结算？因为当时的环境是什么？辉达很强 ，AMD 很弱，就外资傻眼了。嗯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那我到底是要做多还放空？”外资傻住了吧？所以导致于行情最烂的状况这样上下震荡。可是现在呢，不管包括辉达，不管包括 AMD， 它跌破多方防守价，所以说外资它唯一的方向就是撤，这么简单吧？这样够简单吗？够简单，讲得很慢哦，讲得很慢。所以说，哎，这么有水准的节目就多喝水好了。因为新台币最近创低，也是因为外资大举汇出啊。哎，我都不看这种东西，我屌是屌在，我什么都不看的。对你只软体就好了，当然软体就好了，软体就好。所以说你们要去下载我们的软体，下载我们的软体之后，你才被发现这种很白痴的错。哎哎，这记者好努力哦，上午4:10，哇哦，凌晨呢？对，凌晨啊，中兴电夺国道充电桩标案，不管包括 GIS。你们倒不去买6456 GIS， 不管包括 GIS， 还有什么330亿元手中高速公路的订单，还有渴望突破20亿。你读这些新闻有办法赚钱吗？没办法赚钱。好，来来，在下面，我先把这行情解完了。好，所以这个行情它一定要先出现惯性的改变。是。好，今天有点像是在上课，可是上课当中又跟大家讲 Discovery 里面的狮子。所以惯性改变已经出现了嘛？昨天就讲到了，已经出现了。对，那你要出现另外一次的惯性改变。好、嗯哦，所以说今天回问我说，哎，到底要什么时候？很简单嘛，啊、你要跌到出现另外一次惯性改变。那出现另外一次惯性改变好了，反正我的节目也很多会员学员在看哦。你要先让价格收敛，你要让价格收敛、嗯，你不能实体这么大，你要价格收。为什么要价格收敛？收大家根本不想玩了，因为当你价格收，看、哦、今天变教学课程哦，当你。所以说我们的课程、啊、真的你一定要把它带回去。上完我的课之后，我跟你保证、哦、你没有牙齿的上我课之后还是不会有牙齿，牙齿绝对不会。可是呢，但是我们不用用牙齿咬了，我们用别的来咬。不过呢，可以跟你保证、哦、你会年轻至少10岁以上。我的课程，哎，这说你回春就对了。这些课这些价位，难道你用看的、哦、普挂不啊不会哦？不可能吧？
所有的价格你都需要拿计算机出来算，而且我很自豪告诉你，我们的课程是全台湾唯一是最超的课程，因为你要上课嘛，你要拿计算机出来看算，不是一般课程就这样子哦。最近我模仿一下，你讲最超的，大家还要去上课吗？13、58、13、21，高档扣底，低档扣底，葛兰币八大法则，季线向上，对对，配个波跟那个木鱼，季线向上，季线向上，回撤季线，咚哦哦哦，83、21，不要杀低，这样。就像这一波上来，很多人说不要追高啊，就一路溜拍啊。现在他又用葛兰币，13、58、13、21，现在点点13天，千万不要再。今天搞到13天之后跌了妈3000多点呢，有可能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啊。因为到底下一次的惯性转变在什么时候还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所以现在有可能是往下杀的状况，不可能知道，不是盘就是杀，你要等到价格变得收敛，大家都不玩的时候，才是另外一波的机会。所以不是看成交量哦，不是哈，我在看成交量，对啊，不是哈。我跟你讲，我在教大家为什么我不看成交量。对，因为你价格收敛到等于说，假设啦，当天啦，当天啦，因为现在是17000多点的，对，17000多点。如果说我当天的高低点价差就是50点的，那已经是没有成交量嘛，因为大家不玩了。对，就是说完全不用看成交量。为什么看成交？不用看成交量嘛。你如果说高低点中间就只有50点的话，你认为有人要做吗？没要做嘛，都没要做嘛。好，没有空间。来哦。中间店哈，中间就不用讲了哈，中间这样赚一倍哈，在12月27号，去年12月27号就跟大家预告，跟大家预告，那从中心店呢，再到1504的东元，来就跳快点，这都过去的东西。东元呢，我们也活生生赚了4倍，甚至包括8996的夜水高利。很多人说谢老师啊，为什么高利今天呢几乎快打到跌停板？那我先问你，那为什么你要追在天花板？你不去想这种事情吗？就像1513中心店，为什么你今天要追在天花板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。来，动员这多少钱？来，中间那买中间多少钱呢、啊？中间多少钱、啊？哦，对啊，我你问我还问你，我买在67块钱啊，你不买啊？你先买在130几块钱，那你问我为什么买130？我不知道啊。那同样1504动物园，动物园我们从什么开始买？我们从34.9到34.5买。好了，你手中有持股的。无奈哦，你手中持股来找我就对了。先被卖。我讲坦白的啦，以我们做投顾的角度哈，我们也不想空投啦。对啊，因为空投很难去招收到生意，这是我们入行的行规。对。可是问题呢，空投难招收生意，可是不代表你可以随便乱做啊。当然。你可以选择存钱嘛，你不要放空没关系嘛，你可以选择就我就不做嘛。我叫你去洗温泉，你也不相信。今天追伊特，我最高兴。今天伊特真的很屌。真的屌，你知道为什么屌吗？我等下直接给大家看，来，那我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。然后高利呢，我们也获利1.6倍，很简单。老师为什么1.6倍啊？废话啊，谢老师就是干老师啊！你看他从什么开始买？他从216块钱买，216块钱买完之后，216块钱买完之后呢，而且都可以预告，没有盖牌哦，而且呢，在非凡也有预告，216块钱买完之后，还在哪边买的？靠腰了，226块买完之后，非凡5月23号预告高利还有长荣行买完之后240块钱，我还在买高利，240块钱买完高利之后246块钱还在买，你能找到一个老师一档高利一次买4次吗？你不买4次，你当我高利是买了5块钱哦？你没有买4次的话，你怎么赚1.6倍？所有的扣讯都在这边呢，这叫标准的证据啊，标准证据啊。那长荣行不用看吧？长荣行我们也活生生赚了6只的夜水涨停板，再从长荣行到哪一边？3038的全台，全台我也没盖牌而且我有时候 key 赌了，都直接亮牌给大家看，那我请问各位，不管包括他税后的存益，所以说很多人说要上财务课程，我讲坦白的，该教的我在今天的节目都教光光了。我昨天是跟你报告说，有一家公司它的营业利率成长2倍，代表它是标标准准的寡占事业。是我有很复杂的财务吗？我需要跟你讲需要 holder 吗？不用吧。我需要跟你讲应收账款吗？应付账款不用吧。我需要跟你讲 EPS 吗？最简单的财务分析都交给各位，3038的全台啊，就有全台的全台，我们赚6只涨停板，总赚6只，买完之后再买，再买完之后再买，就这样子突破压力。你看哦，有人空间很屌哦，来，这，5月20号的时候，3038全台压力33.1，如果收上很强，那既然我已经认为它会收上，来再一遍哦，跌破支撑你去做多，就杀到脱裤子是。所以说颠倒的版本，不管包括1504的动物园，我们活生生赚了4只涨停板，我的做法就是突破压力，我一直买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不敢买。
你们喜欢买跌嘛，啊就越买越跌，越买越跌，越买越跌就挂掉了。好，所以说全台我们要赚就是涨停板，好，所以说我们的课程都好好掌握，来来来，好，广达没剩下，来直接跳这上，剩下六分钟，我不想浪费大家时间了。昨天我们是有漏一个字给大家看的、啊，昨天对对，我们这样子嘛，啊、有人看到说小事，特务行不行？很好，特务行不行？有两部哦，一部是韩国片、一部是美国片。Okay. 可是好像美国片比较好笑了、uh-huh. 那个特务行不行，我还觉得那个两个平民后来变成女特务、oh. 那个还蛮暴力的哈，来来，我说啊，寡占事业每一个月营收成长、嗯、去查一下哦，这一档特务行不行，他每一个月的营收真的都成长、嗯、啊，你们想过奇怪的，人家是 AI 跑出来之后他才成长、嗯、那问题为什么你的广达是 AI 伺服器跑出来之后才成长哦、嗯、那问题这家公司为什么每一个月营收成长，哦你再查一下哦，他的营业利率成长两倍，好，来昨天给你看嘛，就三八九一特，而且我还跟大家讲笑话，说什么，我说啊，如果我接牌一定被你们打，因为在上一季的好上一次的关键报告就提到三二八九的一特，对，好，我们昨天买这边，明天给你看 coaching， 就今天哦，看清楚哦，一特啊，来一样一特嘛，是，所以后面前面才有人追啊，就是因为这样子啊，所以才有当有追啊，当有追啊，好，那我今天哈、哦、没有，我都很诚实讲，我今天没卖，嗯，因为看他上去我以为涨停板的，会不会他逆着大盘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哈、哦，我绝对不会跟白痴一样去追、嗯、因为今天大盘主力心态空，对，再一遍哦，刚才你看到大盘主力心态空嘛，从昨天晚上就开始空了嘛，对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再跟大家强调，很多人跟我说小事 啊我没做期货，你刚刚跟我讲大盘， 你如果知道大盘昨天跌破多方防守价，你所有的买进行为你都会踩刹车，顺便去洗澡，去洗澡就对了、嗯嗯哦、去洗澡不用钱，洗澡不用钱、哦、洗澡要钱，你付不起吗？你他妈你随便追个一特你一天赔十万呢、欸、哇，老师，你怎么知道我赔十块？你们这些人现在多贪心，你会买一张吗？你看到这边想说，哇，这股票好久没涨了，赶快买，随便上去买个十张，赚个两万，你有赚到两万吗？赚不到两万，现赔十万。嗯，我今天啊、哦，这个点没有都，我讲坦白的，也不要说谎欺骗啦、啊、嗯，就屌一点啦、啊、我今天一特我要加码买，差一毛没成交。嗯，还没来的时候我就发过去哦。差一毛没有成交，没有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了。带种一点，带种一点的好，清楚哦。现在哈、哦、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，已经跟这个没有什么多大关系了。只要大盘不好，就像今天呢，思翰有问我说，因为我昨天哈、哦、我在非凡年限的时候，我斩钉截铁我预告、嗯，我说你手中有长荣的，你要参加除权、嗯。我所以叫大家去看重播带哦、嗯。就今天长荣真的涨上去了。对。可是涨上去的时候呢，思翰问我说呢。因为长荣是这个礼拜五除权，对，好、哦、配七十块钱，好，你要真的，昨天重播带很精彩，一定要看。结果呢，他问我说今天呢，那我说嗯，可是因为大盘不好哎、欸，对，现在重点是大盘不好哎、欸，现在重点是大盘不好哎、欸嗯，如果手中没有，你不要参加长荣除权呐、啊，你手中有的有的就放嘛哈，没有有的是没有，有的就是那只水牛，哦，现在那儿，现在那儿，现在那儿，因为第一时间不停损啊，现在那儿，那怎么办？撑着、啊，你有的你舍得出吗？那赔死了好不好、嗯嗯、航运类股赔100万算最少的好不好，航运类股赔上千万的满山买股，之前还有一个什么海神那个才厉害好不好，哇靠，好像一天晕到爆，好像一天还赔4000多万吧，是是是，所以说现在不是那个问题，现在是大盘你把它当作系统不是2337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性风险的系统性风暴，对对，系统性风险的问题哦，嗯，所以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哦，因为这个行情接下来到底是盘还是跌？嗯，我讲坦白的，我不能回答这么难的问题。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就不知道。就像昨天我跟你讲说，不是盘就是跌，对，就是跌嘛。那盘的那盘当比较好嘛。嗯，盘只要有主流存在，那代表盘完之后上就很大，有空间。可是如果说你一路往下杀，你他妈今天给我撑一只台积电要死哦。你懂我意思吧？嗯，要跌大家一跌，也可以加速赶底。可是他今天去撑台积电，其实那是不是好的事情、啊、嗯嗯，你手中有持股上面问题哦。其实这波呢，有很多我讲坦白的，那叫假 AI 的题材啦。为什么？我昨天还跟大家报告，我说你要挂在全职股，好、哦，全职股包括2382的广达，2308台达电，好、哦，对，好啊，来来来，你不信邪嘛？啊，去买这个10万块怎么办？10万块怎么办？啊，明天卖点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我这个人哈，我都想好了完整的策略，不管包括全台呀、啊，不管包括3289的怡特，你要采取两部曲。什么叫两部曲？它往上拉，你一定要跑。嗯。
一定要跑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今天爆量长黑 K 棒，对，大盘没有量哦。今天爆量长黑 K 棒的代表看不懂，看不懂江湖险恶，不对就撤。你找不到那么诚实的老师，真的，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。那只是精确的价位到底在哪里？麻烦你参考我们传真稿来了。我就随便举个例子，这晶晶也每天看到腻了。我们今天东元55.5，我卖最高位。卖最高哎、对，卖最高，不止包括东元，甚至于包括哪一支？哎，全台今天42.3也命中啊，42.3也命中啊，华晨168.4，哎，今天华晨最高169哎，啊，老师你有华晨哦，啊，反正我节目没讲，就不要把它当绩效了。如果你知道168.4是华晨的空方报价，你今天会白痴跑去追吗？不会。对啊，所以说还是老话一句啊，主力心态最重要。因为主力现在决定今天台北股市到底是开高走低、开低走低、开高走高、开高走低，最重要的夜追模式。更重要的重点，你每天要在开盘前就拿到我们的夜追盘前传真稿。那现在 对，一定要掌握，掌握中心思想了。我觉得，那我还是觉得说，你们自己要懂得如何去计算了。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该怎么计算的，或是呢，你每天看我节目，你也认同我的操作理念，我常常把这种没啦，可能我太清流了，因为节目成本太低，所以太清流。你反正这节目怪怪的，当然怪呀、啊，我没在盖牌。有老师你盖一次，我盖一次是爱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他妈的！我说昨天我直接亮一特，我相信我、啊，你们今天已经全部都追在这边了。快见老师攻击啊，给我们给啊，老师也喷你啊！对，你挑剔好了。来，我的有啊，我们昨天写一特买点90.8，啊靠腰，我今天挂90.7，今天最低点90.8，有这本虎烂哦，这是会员有这份传真稿哦，我挂90.7，看就今天最低点90.8，好，那没关系哦。好，所以说手中有持股的问题。去找一个神等级的老师，或你想下载我们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。我是华信投顾，随便拿02-2392-3988，准就对了，好，准才是最重要，预测才是你要的老师，差一天差很多。好了，非常谢谢谢文恩分析师，明天下午的2点钟也请您持续锁定未来事件部，我们再回来，拜拜。